啊，我又回来了啊！哎呦，外面一只小黑，看我撸它。你看怎么看？嗯，人呢？哟，哟，哎呀，靠！哎呦，哦，我吓我一跳，我靠！看看看，哎，他要死了。好，回来了。很多人说啊，哎呀，说这个厂长啊，这个房子这里没有玻璃，我们看着没有安全感啊。好，你说安全感是吧？烟囱还是要有啊，得撸个烟囱出来。空了啊。好，那就让你们有安全感。接下来我们要做这个玻璃啊，我们做玻璃。我们要回主世界去烧玻璃啊，烧玻璃。这个不要，怎么还有画？不要了。碎不要啊，这打不腰的啊，掉的。好，我们去挖这个啊，我们挖玻璃。Yeah，yes。好。既然回来了啊，我把我的两个钻石装备都给附魔了啊！先睡一觉吧，睡一觉，哎，睡一觉。好，睡觉啊！来吧，找人错了啊，在这里附个魔，亡灵杀手赖九三，啊，我喜欢。效率是赖九三，还行啊，有赖九还行啊，这样就吧。哎，怎么把这个贴在这里去了？好，回去了啊，回去了哟。操！哎，走之前拆点这个出来啊！几个啦？七个、八个啊，八个。好，走。你是不是想进去啊？来，下去下去。他为什么不会被传送啊？我就会被啊！你看，他没传过来。好。好的，哎呀，这些都是有了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做一个这个壁炉出来啊。好的，好，工作台就放在这儿。哎，这里才是壁炉，那么就请烧着吧，啊，烧着啊。好，工作台呢，我们就放在这里。哎，好的，好，这家已经初步获得了这个改造啊，现在就差玻璃了啊。你们需要的安全感，那我就给你们这样的安全感啊。
哎，这样的配置才是合格的啊。哦耶，这个不要放在这儿。哈，好的啊。烧好了吗？这没烧完呢，这个。我可不够啊！啊，好像不够。天，不够是个什么鬼？好吧，不够。我去，回去够一个啊！回去够一下。哎，这里好像有现成的材质啊，不用回去的。再烧三个过来吧。好，拿住啊，拿住。烧一个，这下总够了吧？也不够啊！哎，那这个玻璃是怎么做的？没东西了，我都。我靠，把这个都挖出来啊。好，我出去查一下玻璃怎么做的啊。好吧，果然没做对啊，玻璃还是要一些东西啊。好，烧着烧着，应该要六个玻璃，六个玻璃。哎，这才够啊，这才够。好，工作台。好，安全感马上就来了啊。哎，安不安全？有没有安全感？好，熬之家啊，初步练成了啊，初步练成了，这个就不要了。好，我们来看地图，这座巫妖塔已经被我攻略了啊，但是呢，在前面还有两座巫妖塔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到前面的两座巫妖塔去了啊。去宰杀另外的两只巫妖，杀，冲啊，走了啊！巫妖王准备受死嘛。好的，这个暮色森林的一般这个平地啊，哎，我们先多拿一点这个萤火虫啊，这个萤火虫不是拿给你吃的，我们拿来照明用的，当火把用啊，当火把用。这萤火虫要是灭绝了，就是被我搞的啊，就是被我搞的。这里有只。好，目的地就在前方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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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注意我，注意找寻找它的这个主塔啊，主塔，主塔在这里，我们开挖。赖九三的钻石膏一来就被我挖了一个洞出来，插上你的照明用具。哦，上面刷盖，刷过箱。先把路掉。
哇，这么多！这个是亡灵杀手，好大，贴上照明用的啊。赶紧撸破啊！看我的手速，注意我的手速啊！这两个是不是放在这里都多余了？好，黑的地方都要，哇靠！注意啊，上楼的时候啊，有那个是吧？有那种空了的格子啊，上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一失足成了千古之恨。走的时候还是注意啊，不要埋头啊，不要低头，会有双下巴啊，不要低头，王冠也会掉。好的，好，现在先不忙杀，我们先把这个。填了啊，先把这个填了，免得到时候打的时候是吧？哎呀，巫妖王，准备受死吧！来吧，射啊！我靠！哎，你击打几了？这个作弊了！去，又掉下来了，又从这个空的掉下来了，我不认识。又有话，差点就一掉这个就走远了，是吧？好多补充补充，把这个补上。敢不敢撸一发？他怎么一直在撸炸弹呢？敢不敢撸末影之球啊？对。撸个末影之眼出来嘛 ！Yes， 梦，好，他还剩两个盾牌，再来一个，来吧，好，他被打死了，现在他开始召唤僵尸了。哇，哥们儿，要被僵尸搞死了！僵尸威力还是有点大啊，这换来了一个，嘿！待会儿啊，奶哥哥，我补个血，好，耐心的等待他。接上，哎呦，人呢？哎，他被卡住了，又被卡住了，我去，撸死了啊，撸死了！我靠，又掉了一个吸血权证，这个东西暴率挺高的啊，两个吸血权证啊。好，亡灵杀手师的精进装备上。金护腿，啊，先把这些啊拿上啊，好了，到下一个塔去了啊，第二个塔，末影真处，走的时候别忘了把你插的那光源给拿走啊！好，等一会儿啊，回个消息。继续，火把拉住啊！不要在这里留下任何一个东西。好，下一座塔，开始攻略。好，就在这里前方，走。
梅花鹿啊，梅花鹿。看到没有？哎，真了。可惜我身上没有骨头，我有骨头就给你们吃了啊，小狼崽子。好，注意判断它的主楼在哪里啊，不要像我上一集那样走错了啊。我靠，这个奔跑起来的这个消耗也是够大的。好，主塔啊，主塔在这里。还挖一来就哎，有了这个亡灵杀手就是方便。上，小伙子，我靠，还有僵尸村民啊！耶，都空了。好的，小心啊，注意脚下。不要低头！哇靠！哥，我不是没低头吗？外面下雨了！哎，好烦啊，这个魔法书！你打个锤子的，还卡！亡灵杀手四的剑非常好用。从这边上去，补个血啊！郭敬明在前面，我靠，鸡鸡！啊，注意补上鸡鸡的空缺。好，出现了。我靠，这是有刷怪箱还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多？好吧，插上火把。这里边绝对是刷怪箱的。看，我就说有吧。统统装上，等这里变得亮堂。我这谁呀、啊？中毒了我！前面还有刷怪箱。持续的中毒。哦，原来是这个蜘蛛啊！要死到这里了！我勒个死，把这个好险险！我都死了，你不要来凑热闹！靠！不要的都丢了啊！这待会儿来训狗。等我买上之际，我就来收拾巫妖王。他就在那里，来敢不敢？你倒是发个末影球出来啊！我靠，下去了。
哎，你来吃什么肉了？好多怪啊，这里。日妈的，还有鸡鸡。哦，好险，险死了！还有僵尸在不断上，下面绝对有刷怪箱，我得下去查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这是没法打的。你说你到处都有刷怪箱，你知道怎么打？好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刷怪箱啊！这里没有。也没有啊。从哪里来的你们？从这里来的啊。这里人多，你看，我靠，这里有宝藏，哎，看到没有？哇，魔力生命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迅捷药水，好大。哇，哪来的这么多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得还是从上面来的。富贵险中求啊！这里面多半是没有。哎，巫妖王来了！魔力生命，我能用吗？魔法书好烦啊！打爆了啊！打爆了！我靠！这里边，妖怪窝了。插上火把，上面有一个，你炸，你给我炸！好吧。我明白了。老子得把这给封住！我操！我天哪！去！把这里封住。怪物就不会出来了啊！机智如我，好，只听怪物叫，不见怪物出。封住，哎，封住，封住了，接下来就可以专心致志的对付巫妖王了。三气巫妖王啊！我靠，他救我，他只剩两个盾牌了。
盾牌又恢复了。作弊。三个。你能不能不发这个球啊？你妹的！哇靠！这球很好玩吗？好，还差两个，再来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。不是，耶嘿嘿。好，注意这个僵尸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，把它卡住在这里。我靠，闯了鬼了，又有僵尸又有狙击，今天要死在这了吗？哇，还要射我，他下楼了，到一楼去。哎，下面那么多魔法书啊，耶、yeah! 哥们，我今天是死定了。好险好险，险胜啊，还没胜，险倒是真的。输很上去，刚好幸好这个下面镂空的救了我一命，刚才真的是救了我，把那个狙击怪一定是把我炸死了。这里边一直在出怪出来，还有一个，哪有那么多、啊、好，我得用个偏方把那个门给封住。这个门里边经常冒怪出来，现在是出不来了啊，还是智力有限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专心的对付，看能不能愉快玩耍。他被卡住了。好，他现在成了一个拿着黄金剑行动缓慢的撸死了吧，这个是。好，僵尸权杖是个什么鬼？僵尸权杖，哇哦！我来试一下，等会儿插个火把。对，哇、哦、可以召唤僵尸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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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撸他们，撸他们！打野打野，再来一个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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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哇，爽！这都是我的小弟，看到没有？好好的，那么今天呢，三个巫妖王都被我们搞死了啊！现在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我靠！哎，不要走，这，下来，走，来，下来。哎，他。还卡住，还不走！你看，快点下来啊！对，走，下面还有怪，我靠，瞬移的，我的小弟，好，我的小弟会瞬移呀！哎，你怎么燃起来？你怎么烧火了？哎，他怎么燃烧起来了？他肯定是遇到光了啊！遇到光了。你拿着骨架你就想打我吗？我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没事，外面有雨，我们出去淋会儿雨。我靠，好惨啊，小弟。好吧，
我的小弟。好吧，我的小弟。这怎么出去啊？这个。你驱虫。好，回家了啊，回家了。好，家的位置是从这里走。好，我们回去了。一直下雨啊。我靠，这个乌鸦瞬移吗？它是漂移，它在。好，以最快的步伐回去啊。前面只是第二座巫妖塔，还有三座巫妖塔啊！下雨的夜啊，把不要的都扔了，哇，很多不要的东西啊！我要拿来一个屁用。好，我靠，别摔下摔死了，不要一失足成千古恨，酿成悔恨终身的大错。好，还有一个乌鸦塔，好，看到我的房子了，嗷嗷，家就在前面。吃鱼啊！好的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！哎，回家了。好，这些都要拿上啊。好多都快用完了，不用的都丢了啊。金的它的耐久度很低的啊，啊，这些还可以用。金胸甲、金胸罩，哎，为什么不是金胸罩呢？纸张、末影珍珠，好的啊。巫妖王的战利品已经不需要了。好，这就是大概我们的装备啊，吸血权杖放在这里，迅捷药水啊。好，那么大致我们就已经成功了啊。那么我们撸个小弟出来，哎，嘿嘿嘿嘿。